丹尼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得最早。丹尼跳了最糟糕的地方，在峡谷上空表演午餐特技，结果被风吹得头下脚上。还好他有穿着安全钓具，但我们还是得把他救下来。机长安全网马上来。嗨，丹尼，请你叫我大胆哥。好，丹尼。啊， 我是来帮忙扶你起来的。小心点，我可不想弄掉最好吃的极限午餐。好吧，可是我们是来救你的，午餐等等再吃啊。爪子，汪汪在，成功了。那是莱德吗？我就快到了。哇！哇！哇！阿奇，谢谢你的网子。天啦，哇哦！ 我都不知道脚踏车会飞耶，这个影片肯定会好。看我骑脚踏车下去吧。下不去了。糟糕，丹尼又有麻烦了。狗狗们，我们需要在空中的狗狗帮忙接住丹尼。网子。接下来就让我们送你下去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主意。汪汪队最厉害了，特技迷们太刺激了！这次的大胆特技有个大胆的结束，都是汪汪队的功劳。谢了，莱德。嘿，只要你的特技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 Can you match the pups with their badge? Here we go with another pup-tastic rescue! Lider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！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！ 今天早上，波特先生遇到一位不速之客，我猜他是熊熊，忍不住想吃派。<笑>但是我们得送这只熊妈妈回到树林里。<笑>嘿，这不是韩丁娜市长家的猫咪吗？他好像希望你跟他走。韩丁娜市长在哪里呀？他可能有麻烦了。灰灰，跟我来。 我的天哪，好吧，哦吼，你轻一点呐！韩丁娜市长，保持冷静，千万不要想跑，不然熊就会追我吗？他已经在追我了。甜甜，快来帮忙！让我们飞上天空吧！莱德，我就快要到了，你再抓紧一下下，现在放手，接到了。 好了，灰灰，我要你的派，你有东西可以让它飞起来吗？我就知道这颗气球会有用处。嘿嘿，熊熊，快看，天空上有派哦！一个飞天甜点，应该能送你回家了。谢谢汪汪队，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韩丁娜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 Hold those paws. We've got another rescue coming right up. 来德，我侦测到一座新的海底火山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就卡在火山口，火山就快要爆发了。救命！博士长，你们必须快点上岸才行，有一座海底火山，它马上就要爆发了。古古君，你在哪里？ 我保证我会找到波波机的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现在快上去。好吧，那就拜托你了。阿宝船长，法兰索瓦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离开火山的。成功了，我们出来了。莱德，我们可以自己动了，你快开潜水艇到安全的地方。知道了，路马，快稍微爪子吧。完了。 波波机，我来了。
快点离开！潜水钟要重生！天了！我们要快点，不然潜水钟会掉下来撞到海面。好了吗，天天？狗狗要飞上天喽！我们停下来，没有再危险的往下摔了。只要麻烦隆隆响，就大声呼救。巡逻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很好，因为海洋巡逻队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，我们要带海洋巡逻船去农夫艾尔的农场。农夫艾尔的农场昨晚不知道为什么淹水了，路马，我让你驾驶潜水艇潜入水底，找出农场淹水的原因。预备，就位，跳下水。哎呀，我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机器狗，现在启动水栖模式。路马，查出水是从哪里来的。知道了，莱德队长。哇，这个农场好奇怪哦。嘿，莱德，我看到一条有水流出来的水管。好的，路马，沿着水管找到止水阀，把它关掉。要是我把排水沟上面的石头搬走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水才退不掉，排水沟堵住了。我们去搬石头，小丽，开工程车下去把石头搬开，让水排掉。该把草地上的塞子拔掉了。好大的石头啊！但是我搬得开。急了，雷德，你快点离开那里，小丽，排出去的水有强大的拉力。知道了，倒车。谢谢了，海洋巡逻队，你们救了我的农场。只要发现你的农场淹水，就大声呼救。嗨，农夫艾尔，我是不是忘记把水关掉了？完蛋，对不起。谁都有犯错的时候，